嘉义市爱在嘉义妇幼关怀协会甲民进党嘉义市党部合办的爱在嘉义食物银行，六号伫民进党嘉义市党部开幕，未来将提供急难救助、弱势病人户的需求，希望借此会当帮助到弱势家庭渡过难关。位伫咧民进党嘉义市党部内底的爱在嘉义食物银行，伫咧六号正式成立。现在已经有各式各样民生用品物资陈列，放伫咧架顶。党部主委吴乐辉议员先兼着爱在嘉义妇幼关怀协会理事长，特别邀请着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理事长方和生、嘉义市社会处处长黄义成共襄盛举，希望伫咧未来食物银行会当及时来帮助着，毋是中间收集好的病人户含急难救助户，对着申请人嘛会每半冬来审查资格，服务组会当正港用伫咧有需要的民众身顶。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连结良心企业跟社会福利，让可能会被浪费的物资跟食材可以让它成为很多弱势家庭还有边缘户急需帮助的乡亲，他们成为他们可依靠的资源。然后我们也会善尽宣传与引导，一切公开透明，让这个食物银行成为民众邻家的好帮手。所以在这边我也希望期待未来我们可以跟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然后一起来合作，从爱出发，让嘉义更好。谢谢大家，谢谢。那这边我也要介绍一下，我从今天开始我们市党部会成为开放的空间，我们在这边有提供一个公益咖啡啊，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大家可以来这边洽公，还是三五好友可以约来这边聊聊天，然后一起喝咖啡做公益。爱在嘉义妇幼关怀协会目前和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合作，另外卖陆续洽商在地的店家，阁有大型的量贩店来捐赠物资，希望会当引入阁较侪的资源投资，透过伫咧嘉义市成立具有规模的食物银行，和工业共享的理念和形态，会当伫咧地方稳定来运作，持续成长，借此帮助阁较侪的弱势家庭渡过难关。爱在嘉义。最新新闻就进入王秀山港景区彩虹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